的路口，机车跟轿车直直冲，两车闪避不及，直接相撞，巨大撞击力，骑士连人带车喷飞到十公尺外，当场没了呼吸心跳。我回来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，哎，那时候已经抢救，对，都已经处理好了。对对对，阿坦公，你倒买板冲书啊？对。回到车祸现场，车壳零件四散，碎裂的玻璃还遗落在路旁。事发彰化西湖13号深夜11点多，19岁黄姓男骑士外出买东西，行经闪灯路口，和27岁开车准备回家的黄姓女驾驶发生碰撞。救护人员到场，将骑士紧急送医。到现场发现那个患者倒在交叉路口往西约10公尺的地方，那我们 EMT 人员判断他已经 O 卡。机车啊，骑士是闪红，那自小客是闪黄，那行经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，可能未减速啊，致发生交通事故。男骑士的父亲不久前才因病去世，13号是父亲的头七。当天19岁独子外出买宵夜，却在离住家200公尺的地方发生严重车祸，送医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。19号是爸爸的告别式，讣文才刚完成，没想到19岁的独子也发生意外，让家人悲痛不已。记者陈胜伟、韩正兴、魏宇文彰化采访报道。中年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大。